我们今天来这边拍曼哈顿旋律，然后现场超多人的。到底是在拍人还在拍日落？对啊，我们现在差不多是四点多吧，然后我们要等到差不多5:30左右的时间，可能那个太阳就会到两栋大楼的之间，然后就会很美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文化中心前面，今天特地开放2小时时间，然后让我们拍这个奇景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等待时间。然后他又带了脚架来，特地来拍这个。